两位看一下舞台前中间，我们搭配摄影师的镜头，请茫茫前面中间大会摄影师的镜头。你看到你的公仔呢，你在多久了？那個其實呢，我就很快手的，我一個多小時了。一個多小時都很快，我是特別快的。即之前是有學過的，為了這個公仔學嗎？不是，其實我自己一向都喜歡，因為其實我喜歡的是因為疫情的時候留在家，小朋友上網課嘛，開始就他們上網課即跟沒有事做的時候，我就阿仔無端端就叫我勾一些東西，即其實我一向以前是織東西的，跟著但阿仔無端端他以為織和勾是一樣，他就說想要一樣東西，其實是一個太陽還是月亮來的，然後後來我發現原來不是織的，是勾的，我就開始學了， 學完之後就真的喜歡了。有沒有試過勾了件衣服出來？有很多的，是很多。送給有啊有啊，他都有要求，他見我織了給啲細路，自己又忍不住又落 order 咯。係咪？但係他要求很高喎，他有冇話你啲嘢爭少少啊？都改過幾次嘅，即係譬如試咗身，即係織完俾佢試咗之後咧，佢就一條領要闊啲啊，要長啲，個袖要長啲，咁改過幾次咯。即係特別有要求嘅客人。咁但係劉生留翻禮拜咁再出街咁。但佢又好笑嘅喎，我已經開始唔織俾佢嘅，因為佢叫完我之後咧，佢又收埋唔著嘅喎。係嘛？而家都冇著過。因為佢怕熱嘅，唔係，其實佢怕熱，佢都唔著嘅。不過佢即係唔抵得啦，唔抵得又要翻件咁。咁你會唔會將你呢啲咧手藝咧傳俾阿女咧？會啊會啊，大女兒我都有教佢，不過佢就唔係好中意，佢中意整陶瓷嗰啲嘢。咁細女兒反而佢中意，又教下佢咯。